好吃呗，好吃呗。这只王酱现在，鹅那吐不久了，无病，这吐不了，这吐不了，包王酱，后过也买嘛。有劲呢，也不错呢。你劲嘛？日本个日本劲嘛？你话这这卖嘛？日本个日本劲嘛？只要个个只个平平样嘛。哦，两十六只，两十二，来无算啊，这个廿手碗啊。 哎，就在做，就要吐出来，十只买十九，这样就卖两万。但我一部没好。呀，我这边买开始先，拖把都十磅的，上次说的。一万两二十磅啊，是老板啊。有偏红色的呢？红色啊。啊，偏咩？偏咩？偏咩？我买回族帮多。偏红色。普通普通的嘛。是嘛？哎，买嘞，这个要熬腾的可以。这个在干咩样啊？啊，廿四磅卖八十，哎，就这个代表廿九十，那代表廿三十，看下在这买平六十，那平六十，这支平我给那那十六。 我那你几百啦？去到哪啦？宝汤，宝汤你要买我不？我只要脱皮，我个股价价十只五块。这在那我都笑坏。这老三是五六七八九十十二，贵到一比二的六十二件。哎，怎么又个只只王这样讲？王王只王这差不多几名不？这只要二二三嘛？你想要只要买好笑咯？最好。七八只王。五块我要不做你不爱下，这老三是五六七块，你要跟我买钱能看下小日子在。怎么讲的就是不行啦？就是方看嘛。 看了一下，这有画的位置都是OK的，上面的这里我们要这样子看，就不能往背后看了啊。这里上面是有猫水的，这就是皮边位。这个的做出来的，现在往上叫半山半水啊，但其实出来是一节很好看，一节不好看，你知道吗？但这种要做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里套一个，然后呢，做记号是吧？那我就写一二三就可以了。这边应该是最好的位置，像这些嘛，这些最好的这些都是好的，看这些的画的都是最好的。 就套这一个，左手写的啊，然后这边的稍微就普通一点点了，这边还有金漆的，普通一点就套一个大一点的嘛，啊，套这三个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用有一半漂亮，一半不漂亮的套一个漂亮的套一个，普通的套一个，这些普通的呢，它出来是有淡淡的底，淡淡的皴，其实这个手镯板呢，它都是在薄的过程，虽然是说欢哥是少了三分之一的价格来卖给我们，表示说以后两家可以长久的合作，但是呢，不代表每一个手镯套下去它都是完整的，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 服总，你跟我买这个手镯套下来，它有屁股裂怎么办？你觉得我会怎么办？退，必须啊！但凡不完整，有一点毛病都退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以后拓展手镯，把我们搬上我们的饰品，都是这么一个原则，好不好？好，去套吧，套完之后就给大家都看看，是不是对比啊？ 半山半水呀，诶，不会掉，掉了也没事，因为下面有地毯啊，你把它扶一下，因为下面有铁。这锁芯没什么用，就是普通位置的，这样就对得上了嘛。套出来之后呢，要观察手镯有没有屁股裂，这里有一道裂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有倒边，这个有花的地方肿，就比这边更好一点点。 这个要是比它之前猫嘴，那这个手镯出成这样子的，可能价值会比这个还要高。这个毕竟好，这种就是普通的啦，嗯，还在一点点浅浅的。这个做出来到时候看看，做一下对比，就是一块绑料里面好的是怎么样，普通的是怎么样，快点做。 太阳光底下，这是起货的效果，这些节奏很细，这里的带一点春的，稍微肉出了一点点，这一点淡淡的春，这个就是那个半山半水。其实还是那一句话，半山半水是靠近皮边上，它灰而已啊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那一种没有花彩的，要说它没有花彩，有一点点没有花彩，就是这些位置了，没有花的啊，这些没有花彩的。然后呢，半山半水就是这种啊，位置都对得好好的，你看，现在就是。
制度，这个就是这个的。现在呢是开始对号入座啊，喜欢啥套啥，有花套有花啊，半山半水套半山半水，无花的就没有花的，到时候去展示一下嘛啊。你看我说灰，你看这样能看得出来、嗯，你看这样它就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白田这边就灰，所谓的半山半水，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也跟人家这么说，像我们这种就是要打退价，然后这个你看它整一条它都是这样子的。整条都是，然后这个呢就是它无彩的了，好像有点淡淡的春底，但是就是完整啊，有一点种水。现在可能大家你们看习惯都知道，但凡是有一点种水完美的东西，随便都是几千起了。